大家好，这里是中国人家。今天的天气呢比较凉快，外面在下着雨。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我们拍摄自己动手打造农家小院这个系列视频的今天是整整100期。这100天以来呢，我的主要工作状态是白天干活，吃晚饭之后呢编辑并上传次日的视频。前面的拍摄内容呢主要是搬家、拆除旧房子、建造地基、建造新房子主体结构、室内装修。目前呢室内装修工作呢已经结束，在这里呢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一路陪伴，很多朋友默默的支持和鼓励，给我点赞，在评论区留言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励，也是我持续更新视频的主要动力。在此呢再次感谢这些支持我和默默帮助我的朋友。外边呢现在在下着雨，我们今天的工作呢是安装窗帘杆。窗帘杆呢我是在网上购买的，昨天呢已经到货了。窗帘呢有一部分呢是我们之前别的房子剩下的，还差一部分网上订购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。两个人呢忙活了一上午，终于把所有的窗帘杆和窗帘都挂好了，除了客厅的没有安装，因为客厅呢我有可能要安装百叶窗或者是智能窗帘。这个工作呢看起来简单，安装的时候呢需要精确的测量，否则的话说呢安出来的效果呢会非常难看。
我们今天上午安装窗帘的工作呢顺利完成。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明天再见。